气的特性，如果我们简单讲哦，大概它有三个特性啊。第一个就是说，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涂抹哦，它可以保护器物，可以让它很久不坏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说它有很好的粘着性，所以我们自古以来呢，中国人就爱讲，哎，如胶似漆，哎，那就是说它可以去粘异物。那第三个特性呢，就是说它有很好的那个温润的感觉，所以如果说当你接触漆器的时候，最好你就摸摸看，哎，你会感觉到说那样温润的感觉，就像那个玉石一样，你能感觉到像是抚摸到婴儿的那个肌肤的感觉。这就是漆它的特性了。我的题材呢，大部分都来自我的生活周边看到的，比如说是花草，或者是庭院里面的一些蜥蜴的动物啦，或者现在大家觉得最讨厌的最多的那个咸丰草，然后呢仔细去观察啊，它到底是几片，长了什么样子，然后呢就把它画在那个盘面上面。那可以讲说就是创作的题材就是非常生活化的。我们晚上的时候看到那个月光的那个月影，所以我在我的作品里面呢，就放了很多的，比如说让这个漆跟这个银箔呢，来呈现那种夜光昏黄的那样的一个感觉。我大概表现我漆器呢，我都比较属于可能大女孩子吧，比较婉约，这样比较柔性的，可能跟一些油画比较强烈的这样的一个色彩，可能它会不太一样，这可能就是我的表现手法吧。黄老师他非常认真，他各方面的技术啊、艺术各方面都非常好。他不但是自己创作，他也很留心，譬如说日本了、越南了、冲绳了、中国大陆了，当代漆器的一个动向，他非常注意。跟生活的结合呢，我们也必须来努力，因为天然漆有天然漆的美，我们要慢慢的来引导，也希望说有很多人能够去真的去用它、接触它，你大概才能够感受到这个东西跟你的互动是怎样子。最主要我是觉得说，你要真的去接触它、去碰触它，你才能够了解。